好，我们现在要出发去露营。哎，今天这次28连假，我们要去台南的一个营地叫鹿儿岛。那它很有名的，好像是有那种什么星空帐篷可以直接入住的。给你吃。嗯，现在不用，谢谢。啊，然后那个，我要讲什么去了？哦，对。啊，因为我今天忘记带录影机了，所以我们就用手机拍摄。今天呢，我们来这边，有什么？有轩轩跟轩轩跟嘉颖，还有轩轩跟嘉颖，还有木木姥姥。要搭帐的地方这一块草皮，可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安排的，
然后那边那个是一个白沙池，离我们要搭营地的地方很近，这样很棒，因为小朋友就可以赶快去玩。可是我没有带玩沙的呢，没关系。好，我这次要来赞赏我自己一下，你大家看看我的营具，这叫什么？露营的用品有没有减少很多？我之前塞都是塞得很满，一定要满到天花板这样子，然后整个后车厢都是满满满的。哦，我这次没有塞得那么满，然后呢，东西都带得很齐全，主要是少了枕头，就是我有之前都是带4颗家里的枕头，很大颗，所以就很占空间。那就算用压缩带了也不好带。那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们这是在平地，所以我只有带2被，然后把很多东西都精简了，就是留最需要用的东西。希望这一次的东西都够用，然后如果够用的话，我以后就是要用这样子轻省的这样子的露营的方式。睡起来，然后想要先跟大家聊一下说这个营地的感觉。其实这营地我刚来的时候，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草坪很大，然后有很多就是小朋友可以玩的设施。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录这么多营地，我觉得像他这个厕所啊，这个门啊，不知道为什么用到后来都关不起来。但是还好，它后排还有一整排的厕所是门可以关得起来的。然后它旁边的这个，好，这边这个是那个洗澡的嘛？因为它洗澡一间呢，大概就我自己觉得可能就容纳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我觉得有点挤啊，因为我们之前录很多其他营地都蛮大的。那把这个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的大小就这么大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对我来讲是有一点小。然后呢，因为我们搭的这个地方啊，
就刚好有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不知道是水槽还是什么，然后就一整个晚上都轰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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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就觉得好了，我啤酒有多喝一点，所以睡得还蛮好的，只是就有一点吵。然后呢，我看看哦，对，从因为这个营地它是有提供冰箱的嘛，可是因为它的营地腹地还蛮大的，所以要走到营本部去冰，那走到营本部去冰又很远，所以有来这个营地，那你不是住在营本部附近的话，我建议你们还是要自己带冰箱。哦，你看从我们那边弯过去那边的营地，在那边没有白色车那边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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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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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走到那边才是营本部。然后呢，这间营地它晚上半夜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物前面这边有提供人家唱卡拉 OK。是还蛮有娱乐价值的啦，就是还蛮娱乐的啦，只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很喜欢。我们是搭在这边，然后洗手台在那边，很远，有没有很远？洗东西一点点不方便啦。哦，这里到下午的那个蚊子特多的，所以建议有来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带那个蚊香。哦，你看这个花它是长这样子的，好酷哦，一定要带蚊香。然后呢，他们有提供很多 DIY， 哎，不是提供很多，我昨天有看到人家在这边做披萨，然后还有早餐、晚餐，这边都有提供，营本部都有提供。所以如果说你是新手露营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营地还蛮不错的，因为你可以不用被餐食，光不用被餐食这一点，我就觉得哎，还蛮对新手还蛮友善的。那如果说你初露想要来体验看看露营的感受的话，你又不想带很多东西的话，这边就可以有那个 DIY， 还有早晚餐都可以跟他们订餐，然后你就可以来这边吃。然后我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下，说那个他们自己营本这边这个营地，他也有提供那个叫什么帐篷，所以。抱歉，新手露营来这边什么东西都不用准备哦，很不错。好。